这两个配件双 CD 流真的球可以无限扔，有吼，超级难顶，真的顶不住哎、欸！你想吃羊肉？为什么突然冒出羊肉？那个烟花不是那个烟花吧？米林，我要吃你！救命！哎呦，滑倒！ 聘呢？第一个就20，而且还在我脸上。 哦，没得用了，你惨了你！满血的时候不用，现在半血，想用已经来不及喽。骑士狂热，感谢6个月，还没吧？应该还没开始吧？应该是11点开始吧？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11点。这两个配件双 CD 流真的，球可以无限扔，球真的是无限扔。来不及了，太晚丢，应该再早点丢。哎，他怎么翻完窗户没脚印呢、啊？ 它是羽毛吗？他妈脚印这么稀疏，它好像是羽毛哎、欸，走路超级稀疏的、欸。啊！ 有吼，超级难顶，真的顶不住哎、欸。这个人很明显也都知道这只鬼在干嘛，可是就是真的很难躲。其实这个人是觉得他有神器，他都最后一秒才开始要动。 OK， 你的神器又没得用了，你惨了你！接连，连你爹洗一洗房，无聊技师，真的痛苦。地下室，像那个板前 DH 的那个。 心理博弈，感觉在这只鬼的面前好像也没什么用，就直接把你的板子压着，看你按不按，那就看你什么时候按，好痛苦哦。然后这只鬼找人也很方便，找人的速度很快。 哇，他玩得好哎，我玩得不太好，刚刚这一段，不知道我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我不回去。 拖得有点久哎，这一 round。
你想吃羊肉？为什么突然冒出羊肉？法师的飞拿来翻窗适合吗？不太好。他那个过窗之后，人类好像可以翻回来。那个烟花不是那个烟花吧？不同人吧？这个有天灾钩，他是有在咬还是没在咬啊？看到一个半血的人在我脸上，那个皮尔可以先杀，希望杀他不要花太多时间。左边是不是还有人？我一直听到多了脚步声。他在踩钩，所以这根钩子他踩不了。我可以硬挂。哎、欸，我哦哦，还好我有快刀哎、欸，不然这边又要被他弄下来，真的是还好。哎、欸，完了，他居然没有那个。哇，这个人玩的好好哦！哇靠，真的假的？他玩的超好的，这里。荷兰人，荷兰省呢、欸？他要翻了吧，不翻要死了。感觉我会追这个人追到结束欸，他死是一定会死，可是死了。哎，位移好多、哦，小屋后面有一只那个像狸猫的，它是彩蛋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狸猫是彩蛋。它是预先蹲着，对啊。我就有跟你们说，这只鬼，它幽灵还没丢出来之前，你在板前跟它博弈的时候就要先蹲着，不蹲那个幽灵一出来就是直接一刀。我才要站起来压板，先踢掉好了。哎，什么时候走的？感觉我应该要很早就要杀那只足疗祭司、欸，那足疗祭司一开始就恶够啊，我一直没杀他。啊、又卡墙，我今天一直卡墙。哎，他不是已经贴着了，还能大翻是怎样？显示 bug 吗？烟花倒地，
可是他这个脚印真的超奇怪的、欸。真的超级奇怪的、欸。噔噔噔噔噔！哎，他真的玩得好好哦，这一只真的玩得好好哦，我感觉没办法了，只能二杀二逃了，他们配合得太好了，很难全抓。终于给我逮到了，终于。哦，多抓一只血钻呢、欸。他是他们那队最猛的一个，真的猛。他刚刚有好多选择都是开队的选择，哎，好强哦！追得到吗？我追到他三次啊，他是追得到的、啊，但是他很强，他有好几个地方都赌用赌的，然后被他赌赢。他那个地方就是赌输了就是一刀啊。TK.exe 降价啦，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敢站起来啊？专贬外挂。哦哦，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。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！他作弊，他作弊。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 TK 点 EX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破台 TK 点 EX， 不必再用法令换生命，你也能是 DDD 炸鱼高手 TK 点 EX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